东南式的标准啊，其实挺多方面的，像你的个人的气质兼还有执着等等，我觉得还挺多方面的。那如果今年事业的成功路满分是10分的话，你觉得今年的事业成功怎么来？美女王王第几？先给自己打个5分吧。对，我觉得还是在奋斗的过程中。对，连及格分都没6分。我觉得还早吧，因为毕竟现在还年轻，我就奋斗时间还会更长，我觉得还早了。能够变40出演了？对。拍多长时间啊？上次只拍了1天，因为时间原因没有拍那么多，所以就11月底还会去再去美国补拍。哦，那个现在是为了能拍变40努力学英语吗？一直在学。那是有进军好莱坞的打算吗？看看吧，得看机会了。有网友说那个这次你拍了一篇宣传片，像是去打酱油，那你会怎么觉得？其实我觉得像这么大的这么优秀的一个顶尖团队，无论是在里边多少时间嘛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经验。无论是在里边你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，都有可能说你是打酱油的。对，那个韩庚，你怎么定义你成功的？你觉得自己现在算成功吗？还不算吧，因为我现在毕竟太年轻了，还不到30，我觉得过程还挺长远，路还挺长远。那韩庚自己在那个好莱坞剧组的待遇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什么样的情况啊？你在那边的待遇不知道跟在国内的。其实差不多，对，没有什么说特别的，一些都差不多。其实都是到一般的那个城市都是很热情嘛。遇到过一些伪装粉丝的那种事件、意外事件。其实还没有吧，因为我还没有遇见过，对，都比较正常。啊，有吗？我都没有，我真不知道，因为我一直在藏区里边，所有信息封闭了。对。假如说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会怎么办？有没有什么忠告？有没有建议？我有最迅速的反应，躲开就好了。你肯定是一个时尚的人士，您觉得时尚的一些元素在您看来都会有哪些？时尚，我觉得有很多，因为你的生活态度，你的所有的生活价值观，无论你的语言、时装。还有你的言行举动都是在表现在时尚。对，你能透露一下你在电视当中什么样的角色？现在还不方便。对，那跟里面的戏有什么戏？现在没有。动作戏会吗？动作戏啊，因为后面还没有拍，所以剧本导演都是剧本都在脑子里面，所以到时候就看导演怎么去想了。韩庚今天晚上会有什么那个就是演出的项目？今天没有演出项目。对，好，谢谢谢谢。